所以我们大家加点个卓西香，加咪达阿兰南安，很多嘞咪啊木多木多嘛咪啊不只管加有机米，嘛流利用干布嘛的哈塞啊，塞下的也咪啊苏布亚洲蔬菜中心咪一百多里，所以咪啊布布嘛所只搞的印尼只搞加希利奥，给存的哈无毒蔬菜，嘛流利用加所布布嘛的哈多里嘛嘛流干那所存多个，咪达咪达加新布尼。它完全都无毒，我是有这种想法说，完全都无毒，人家买来吃，也没有什么影响，然后剩你自己有一些也是自己可以吃，这样，吃得健康。对啊，我也是希望说，人家也是能够当然是健康好啊。今日阿郎南安，你看是那个普马格萨马。其实哈有机蔬菜，印尼的哈子高加黑利奥，是的黑干咖喱的哈，没啥是从普马的哈萨马马鲁利用，佮加增高啊是不输布亚洲蔬菜中心加阿朗南安，所以带入伊达是培育是马鲁有机蔬菜班，你看木木些不加利索梅啊木输布梅一把，所以普马的哈的石黑木跟那花椰菜，嘛你看跟那带工多哩，所以子高的哈普马萨马尼乌加跟那说黑利奥，其实嘛哈马鲁利用加不含他。因为我们本身南安部落成功建立了自己的品牌，叫有机米，叫玉山马兰米。之后呢，我们觉得，米的部分呢，我想在全台湾来讲，作为经有作为饱和，所以在集结我们年轻人与构思之下呢，我们就觉得说，我们要转型成立一个叫做有机蔬菜办。我想带给地方产业第二个的这个经济利益，还有带动我们部落回乡青年的一个志向。一次休耕，一次就没有休耕了。可是没有休耕的话，你还可以种一些东西。可是它是一半的价钱。可是我是想说，我这样做也不是棒嘛。所以我想说，那我们就加入做这种的啊。这样的话，我们所种的东西就可以销出去啊。能不呼马的哈萨马，喊他新鲜有机认证，是不大的好网络，喊他不巴里干那个细一点。所以等于是那的，你等于说马六两个不巴里的哈的五个个六六安的哈。所以的学生呀，你看今年更高是哈里的，阿多东部苏巴勒，你看新乡是哈，你看个八红的哈多里，所以个毛个巴哈尼马六两，所以波波那的马哈一股个新的个样，几个六六安的哈，一万那位便宜。